先忙啊！哎呦，你也好，了不得！这是分子平反了以后就不一样了。佩佩以前在工厂里多朴素啊，现在啊像个公主，喝不喝？喝不喝？人家佩佩啊，本来就是小公主。哎，对了，杜家妈妈，是佩佩请我们来的吗？佩佩的外婆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，都是老邻居。 你怎么真是不请自来啊？你这皮真厚啊！你当初啊，把人家逗得死去活来，你不要以为人家老了，记得清楚着呢。哎，胖嫂，我是革委会小组长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再说了，人家何教授不计前嫌的邀请我，你生什么气呀？我奇怪吧？ 说是平凡的活着，平凡活着才有美好。这要是掉以前，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。现在可不一样了，以后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进入我们的生活，那以后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。我还得当个贵族，那等我以后混出个人样了，姐，跟着我享福去啊，哥，撞大钟去。你呀，来来来，不闯祸就谢天谢地了啊！你呀，光会动嘴皮子。 给大家演奏一首曲子。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家的聚会。为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家的照顾，下面我为大家演奏一首《圣桑的天鹅》。 Thank you.
位朋友，今天呢，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个人，就是他，杜先生，来，快来。这个人对我们家来说呀，有着特殊的意义，是我们家的恩人呢。文革期间，红卫兵要抄我的家，我的外孙女儿只能偷偷的把这把大提琴送出去。就是这个杜先生，帮助我们把大提琴藏在了外滩的钟楼里。哎呀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们才好。这把大提琴至今还能演奏出如此美妙的音乐，真是要感谢杜先生，还有他已故的父亲和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真这么漂亮，我刚刚都看呆了。贝贝姐，听你那琴，时间都停止了，真的很好听，是吧，哥？是啊。今天家里客人太多了，没有照顾周到，下次你们带着安安一起来家里玩。好啊。贝贝，你接下来很多时间都要用来练琴了吧？我现在一天练八个小时。我觉得只要我努力，技术上一定会有所提高的。哎，你听见没？真想改变人生啊，就要有这种精神，没有捷径。捷径就是小路，没听过一句话吗？条条小路通罗马。那是大路。哎，呀，先生。妈。妈。我们走吧，佩佩。要招待那么多客人呢，忙不过来。阿姨，今天招呼不周，您先坐会儿，我去拿点水果。佩佩，阿姨要向你道歉，当年为了新生的工作，阿姨对你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伤害了你，希望你原谅。阿姨，您和杜叔叔当年这么照顾我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。
哥，你真要认这干妹妹啊？过去你是工人阶级的后代，妈总是担心佩佩姐的阶级成分不好，影响你的前途。现在可倒好了，是人家担心我们拖后腿，有点自知之明吧，就有叫阶级差别。心肝，吃饭的时候老说话，容易得胃病。得胃病总比得相思病强，那个没得治。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干活。没吃饱呢。哥，你考上了大学，你配得上佩佩姐？你看你自己连点自信都没有，还硬撑什么呀？难道真要等到佩佩姐一脚把你踹了呀？男人该明白什么时候要放手。佩佩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？她喜欢哥哥，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阶级，她都喜欢。那是以前。以前知识分子的地位不如工人，现在是工人的地位不如知识分子，这事儿很难说了。怎么那么势利啊？老是阶级阶级。我说的是事实啊，要我说招弟也挺好。你看安安出事那会儿，他多帮忙，多敢往前冲啊。要我说，佩佩姐挺好的，要是她在，肯定特别和善、特别温柔、特别太平，就把这事给解决了。算了吧。佩佩姐太斯文了，她要在的话，这事就解决不了了。你怎么回事？和招娣姐一丘之貉，你恐天下不乱吗？我和招娣姐是平民阶级，我们这叫平等。要我说，哥就应该娶招娣。说的不对吗？你是在用大提琴向外婆提抗议吗？你别忘了，文化课考试之前，音乐学院是要先考艺术的。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杜新生的身上。我没有想到，一向受人尊敬的外婆，竟然这么无情。
上次跟我说他要准备高考，专门挑了几本书，保证他能考上。他有事儿，换班走了，好像是去外滩那边了。爸爸不准睡觉，要好好复习得第一名。金生，哎，把这水泡蛋喝了，补补。看这段时间熬的都瘦了，是吧？金生，呀，招娣，哎，杜阿姨，我是来给新生送参考书的。太好了，新生就需要参考书。啊，越多越好。安安，怎么不理我呀？我可是帮你打过架的。安，我不认识你，你别过来。安安不能这么没礼貌。叫阿姨啊。安，你不认识阿姨，阿姨可认识你。你在你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啊，我就认识你啦。
秦少，你考大学是为了佩佩吧？能跳过这个话题吗？行了，书呢是我妈让我送的，任务完成了，那我就不在这儿妨碍你复习功课了啊。招娣，那不好意思啊，你回去注意安全。我继续复习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新少，你饿不饿啊？我不饿。你饿了？别拉了，心有杂念。
能听得人眼泪都掉下来，说你没有感情，没有激情。那个教授耳朵是不是坏了吧？一想到要离开你，我的手就不听使唤了，对音乐也没有激情了。考不上挺好的，这样我就能留下来了。傻瓜，你怎么会离开我呢？上海音乐学院这么近，我一样可以过来照顾你。我考的是中央音乐学院。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啊。我的生活就像这锅烂糊面，没一根树。考不上大学照样过日子，把工作搞好，成个家，将来这日子慢慢就顺利了。要老想那些不着边际的，佩佩和你不合适，招娣多好，那可是你爸爸想着的。妈，别再跟我提娃娃亲了，听着就头疼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招娣哪一点不如佩佩呀？你就那么喜欢咖啡啊？豆浆多好啊，又香又甜的，你天天喝都不腻。妈，我就是喜欢喝咖啡，苦中带甜。将我天天喝太腻了，我啊给小华弟叔叔送面去了。来来来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你叫他妈，我看你呐就少操心了。你说感情这东西一旦陷进去了，哪容易那么快就出来了？哎，那佩佩不是考上北京的什么大学了吗？那时间一长，谁知道会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招娣才是正选，你看你能跑到终点的才是正选呐。哎，老罗的案子怎么样了？他朋友跟我说他已经出来了。哦，那好啊，那是个好事，你们夫妻终于可以团圆了。曼丽不是一直盼望这个吗？再加上曼娟能够从东北回来上海，你们一家呀，就圆满了。圆满什么呀？一封信都没有，人也没了踪影。他朋友跟我说啊，他要游山逛水，调整心态去了。哦，我知道。我是个不怎么样的人，在剧团里呀，也是个坐冷板凳的，但是，我一直对你是真心的。哎，进来。华弟叔叔，我新生。好好。我妈怕你胃疼，给你做了碗面，煮的有点烂。哎呀，他已经给我煮了粥了，就算了。嘿。那我拿回去吧。既然煮了。我就吃吧。啊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先生啊，你最近怎么魂不守舍的呀？敲什么敲？吃你的面。先生啊，阿姨是局外人，看得清清楚。
这样。阿姨辛辛苦苦找医生帮你配的眼镜，你不能这样对阿姨，知道吗？来，把眼镜戴上。我不喜欢。安安，医生说了，你必须得戴上眼镜，这样才能看得清楚，好不好？来，听爸爸话。我不喜欢他。哎，安安，你不能。还是你有办法。带孩子本来就是女人的强项，哪像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心这么粗，根本就不知道孩子心里面想什么。我的意思，你明白吧？哦，谢谢你了，赵弟。哎，先生，你干嘛总是跟我这么客气啊？其实我们……安安，安安，没事吧？